区，那我们芜卓镇芜户处长许立明许主委，还有我们蔡主席，还有我们林副局长哈，还有我们今天在鼓山地区，我们非常漂亮的区长祖密，还有跟我们所有蔡主席能够邀请我们基层很多很多里长参与，今天非常重要，就是由我们观光局殡仪处共同合作来每年进山的一个活动。我们非常感谢有这么多市府相关的单位，包括我们国防部所属，包括我们后备干部等等，大家财山会，大家都是热爱财山，我们所有的民间好朋友，各位各位咱所有这些好朋友，今天这么一大早，大家就共同响应我们市政府殡仪处每年都有两次进山的活动，那今年我们观光局也都共同投入，大家一定会发现我们的财神男子区辅导中心有帅哥，没错，大名，我姓李，我们的财神男子区的秘书，阿玲的老板呢？老板了、啊，我们老板是周中山市议员，大家现在认为他是一个问题，来了，很早就来了，但是怎么样子来处理？周中山议员，他第一个到了七点半，现在一定要去跑行程了，等一下一定出现。隔壁那位国小是九十年校庆，男子区后备，一起跟他就在上面个常委，非常可贵。哇，主任，周中山呢？周中山是主任，哦、主任啊，他也负责秘书，赞，非常重要的，谢谢。但是我们财山。真的是市政府要化为我们所有的大公园，但是我们非常高兴，整个中央也听到，我有两支枪，市政府高雄市没有打输的共匪，咱中央嘛听到咱高雄市民的期待，所以讲高东一、高议长，伊就宣布讲咱茶山、秀山，咱的所有半屏山等等。都没跨作国家自然。美女是哪一个单位？小港。小港什么？后备军的辅导中心。哦，贵姓？我姓阙。奇怪，你有没有当兵？我们响应活动。对，谢谢。帅哥嘞？我们是同单位的。我知道，秘书。他不是秘书，我们主任在后面。啊，主任什么大名？更行为群，让我们大家用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这一座财山，所以讲足感谢。朱经理好，哎，你好，你好，主任，是贵姓大名？贵姓大名？没有说。好，宋木里市委的委员，好，突然忘记我们的关公丢，突然忘记了，没有，你看听不清楚，嘿，陈举的声音太大，有些所以我们列入国家公园，但是对象三党可以找到我的照片，好，或者若干我们桃园老旧部落的部分，这个部分没有列入，但是我想整个财山的沿岸，帅哥什么单位？我们是南部地区巡防局第五案情总队。贵姓大名？我姓华。什么职务？我是副总队长。哎呀，好棒啊！人家在介绍防务总队长的行程这么挑出来，我没能把你。不。今天很热闹啊。三年前更热闹，我们那时候有配合市议会的活动。欢迎您，最下三档可以找得到我的照片哈。好，谢。啊，你们那边如果有新闻稿，帮我登录一下。好，那边帮观众没问题，没问题。都有问题，我每次交代了十遍，还是一个字没过来。不会，你每个礼拜都要盯一下你们公关。OK。你们公关什么大名？我们公关姓那个刘，刘永红。到时候我会这个名片我会请我们那个公关哈，到时候再给你。那每个礼拜要跟他盯一次，有没有一啊？有没有建立简讯呢？我已经交代第十个了。啊，没有。上山顶，逐天足侪人拢伫遐维护茶山，
这个人实在有够有一个议员，听见排水溪的顶管呢，叫做黄柏林议员，每天背个20公斤的上去。进山活动，阿要甲这个人代表市民朋友，甲因公开讲，足感谢恁的用心，足感谢恁接听小茶山，感谢因替咱高雄市民啊去甲茶山安尼顾甲遮尼好，咱拢爱一只。公开给表扬，讲足感谢，所以今仔日我看到遮侪人共同来参与进山，予山搁较清气。咱的活动啊，甲大家讲，多谢大家的参与，希望我们大家一起让柴山更生态，让柴山更环保，让茶山寿山，我们国家自然公园。哦，海军陆战队指挥部。戴队官贵姓大名？我不是戴队官。以财产为荣，你这样把大家帅哥多难多谢，多谢大家参与，多谢，谢谢。负责什么工作？稍微留步一下哈，来请进哈，拍台来圣诞节哦，因为请进更节最重要礼物哈，都是请进重点哈。交完个名片。做侪人做甘心的对，就一直讲做甘心。所以来邀请咱的山友的代表，让我们快来欢迎的山友来。没了，不用。这下三档找到了照片，以及我们庄友庄先生的代表是菊青女士呢，愉快要到我们的舞台上来。因为今天呢，我们市长呢要代替我们的高雄市民，愉快来谢谢我们山友呢，平时对于我们财山热爱的贡献，我们要颁发。你们那一边呢？海军陆战队，我这个采访过一次，十年前。谢谢我们这些山友的代表哦。因为他这个交接，大家可以知道，这是掉了，不掉了。对，没错。进山的活动，我们每年大型的活动，仅此而已。高雄县，不过我们这一些山友呢，八金卡，来，做个独家呢，你不知道的。上个礼拜总统来啊，他说救灾。第一名的单位是顺贤宫，救了很多，容纳了很多灾民。最劳苦功高，叫八军团直接官、原指挥官。是，我们是一军团嘛，他有分头给了，我们做给老板。好，加海陆也存在。好，我们听到了这个市长，是不是跟我们山友的代表，我们一起拍个照，好不好？来，市长，麻烦大家先一起拍个照。因为刚刚市长呢，我刚刚偷听到，他的眼是颜色的眼，跟我们山友说，如果遇到任何柴山呢，有任何的这个问题的话呢，严德发，严指挥官，当然，我们也希望今天所有参与进山活动的朋友，都可以变成像我们这几位站在台上的山友代表一样，持续的，一定有他的照片，才有录影带。好的，我们呢领到感谢状之后呢，我们也要邀请市长跟我们的山友代表一块来进行我们今天进山活动的启动仪式。我们麻烦大家我懂哦，请留步，我们要进行一个启动仪式。另外呢，我们欢迎我们刚刚唱到名的所有的贵宾朋友，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局处首长到场的，也包括我们的里长啊，我们的区长。今天呢，我们请大家一块上台哦，这个人多力量大。在高雄爱柴山的心哦，就是要靠这样一点一滴的来凝聚。大家手上拿着的东西，大家可以发现哦，都是这个饮料罐、空瓶子，或者是吃完东西留下来的。为什么我们启动仪式要拿着这一些东西呢？请注意啦，来跟我们收尾和朋友，但你哦，咱伫这个登山的过程当中，看到树只的本身哦，只要看到无属于咱茶山的物件。